看的，你们看的津津有味的，我们来打一点难度的。今天人是多了还是少了？为什么感觉爆破战和团队战？就爆破战还好，就毕竟匹配的是这几张图嘛。团队战难度怎么感觉高了很多？高了很多。而且你看对面都这样的小号，什么意思啊？是因为放假了，所以大家都有时间来玩吗？还是？因为现在这挂挺便宜的，哎，怎么会打不到？果冻有人，果冻有人。果冻有人，果冻有人。果冻有人，果冻有人，果冻有人。Fire in the hole. Fire in the hole. Master King. Ah. Grenade out. Rolling smoke.那位置的话，还是缺少一个延迟优势。果冻有人。果冻还有人。什么人啊！来打你们了！果冻来人了！Fire in the hole!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 Fire in the hole! Mega grenade. Kill! Grenade out! Fire in the hole! Hey, 果冻来人了。Mission success. Nice work. Hey, 好啊。这 AC 拿的没什么价值，这啊都这几张图出来，像血腥突击啊倒是没看见。哇，手指有点累了。过来了，好几个。楼上过来四五个。这加来了三个。哦，想起来了。哦，他是哦，对，他这个匹配模式，看来的话有难度了。你不会想说？去打排位吧，这我是不是应该安排一个机器人专门回答各位这个问题？在他身后，我感觉没有，吓我一跳。Mission failed. Mission destroy the target. Fire in the hole. Watch out! Let's go! Flash grenade.碉堡这方有一个，转身哦。Mission failed.上二层吧，就一层的话应该是上不去了。小爱同学，没叫你。哎呦，楼上这么多！我是谁？我在哪？我是谁？我在哪？左边也有。Mission failed.妈的，谁是地图？没事没事，慢慢来吧，娱乐一下。Fire in the hole！ 打不死人了，他打一打就打九十，一打二十。Grenade！ Popping smoke！我操！我感觉对面能看见我一样。Double kill！咱家又来了，我操，四个。如果躲左边可能会更好一点，后面后面出个
把我的小爱叫出来了，这样子吗？我们基本上都是选用米家的，左边左边走。Mission failed。对，我知道他们是匹配在一起的，可是也得打呀，不然怎么办呢 ？Fire in the hole。操，真的离谱！我就感觉这对面的烟雾里看得我清清楚楚的，瞬秒我。烟雾加风，风啥呀？Fire in the hole！ 楼顶。收到了。楼梯下去了。楼梯，楼梯，楼梯来了！楼梯，楼梯。Mission failed。哇，他这打得真的好快啊！我做不到，我觉得上二层是好，但二层他们人好多呀。弄把刀在那看可不可以？我三把。二层，二层上了。掉哪儿了呀 ？Mission success。两条，上二层，我觉得二层是 OK， 就比较难打二层，但打掉了对面基本就俩。被淹出了，不努力。二层楼梯有人，黑点了，追你了。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跑不到位置了。哎呦我操！你那个位置的话，如果有人已经在追你了，你只能往中路跑。这个没有别的选择。不是，我就是跑不掉了呀，被看见。我操！被闪了，完了，我要被刀了，我。操！我他妈好白呀！我操！我要被……我是谁？我在哪儿？对面有烟雾。楼梯，楼梯。现在把包捡回来会比较稳妥一点，但有难度。下包掉到二层的位置，二层位置这把应该是非常不好捡的。对面其实像这个位置拖大了，过来怂，但也要怂。包直接掉在我们家了，不行！哇哦！
解放都在楼上。多头，楼梯下吗？不要拿包跑啊！这之前习惯非常不好，真不能拿包跑的，不要学他。他可能是知道这边没人，知道吧？我们每一个动作的话，都必须要，都必须要做到保险，因为你不能确定他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会跳出来人。但凡跳一个出来就凉了。过来了，右手，跳出舒适圈。Mission failed. 快跳！是比较大，就跳出来真的很比较亏啊。Mission failed. 来了，打架打架，Mission failed. 跳出舒适圈的地图去打这个很难，肯定是会难，但是更有趣了。不打到最后一刻不要放弃啊，这游戏就是坚持一下是有可能胜利的。集集国王真多，不如打团队。啥意思啊？我没看懂。对面的话不是一个战队的，有可能一起匹配，但不是一个战队的。是一个战队，我刚才就跟你们说，哎呀，打战队了啊。进了，我们猜一下是海滨小镇还是其他呢？海滨小镇，匹配这个图的话，只有海滨小镇和其他。那么我们是进攻方还是防守方呢？好的，又是打防守方。我要一直匹配这个，就我如果不把这几张图平掉，你们就会发现我每天都在打，就是海滨小镇，海滨小镇，它会非常连续的一直匹配到这张图。Mission, defend the target. 各位可能。这个感觉就不会太好，会觉得哎，怎么直播看的都很复杂。B 点掉包 ，B 点掉包 ，B 点掉包，来 ，B 点掉包。Roger， 来喽！我们家不过的还有鸡呢。这么去 B 点。两个中路一个门，他们家 A 平那边有没有看到他从左后花园？注意一下中路有没有可能会突过来。B 点掉包，再说一次。家看见了。Double kill!
Mission success. 你这真的非常阴躲在这。老阴逼了。像我的位置不用跳，直接跑过去就行了。但其他点位，像初点速度第二的那个点位，它稍微它需要稍微的控制一下。Watch out! Flash grenade! 爆点爆点，怎么挂的？Mission success. Nice work. 哇，这一下子打了这么多，大神，哈哈，轻松起来了。这里 A 点比较近。Pop his smoke. 确实这边推一波过来的话就赚了。后花园有一个，后花园有一个在斜坡位置。打非残局就有花里胡哨的地图了，是我知道的。Nice work. 哇，这个挡不上。Smoke grenade out. Fire in the hole. Double kill.啊，亏死亏死。这出来的人就得凉。这怎么办？这人打的位置是错的。跟大家说，打这个位置的话，他必须要走到箱子靠左靠右靠中间侧的位置，然后去穿就是八分一的位置。这才能穿得到，不然打那个就浪费子弹药。哦，能不能打到？哎，打到了。为什么大家很讨厌鼠标红？因为鼠标红在这种场景下，它的切枪会非常的，也不能说稳定吧，就是它一枪完了之后，它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如果你手切或者你用滚轮的话，因为它会有一个延迟，所以就会慢。小刀听声，小刀听两声。A 平台。Mission success. Nice work. 在 A 点位置都在那儿了。
到里面，已经到里面。Mission success。Throwing smoke。走。Watch out! Flash grenade。念掉包，差点的。太流氓了，这些，这打对面都没人了。你这边真的只要两把会打的狙这样冲过去，那就很不舒服。Mission success. AC 拿下，我还以为这把 AC 可能没戏了，没想到没有改建。哎呦，只能安排一把了，准备吧。非残局，有一个家伙花里胡哨，好会蹲，天天蹲着一人。说的应该不是我。虽然有那么一瞬间怀疑会不会是我，但应该不会是我的。你还记得那人叫什么名字吗？来吧。啊，阿米哥，好了，阿米哥。没打到。Grenade out. Headshot. Grenade. Grenade out. Double kill.哎呀，只跳两下，第三下没跳起来。
kill. Grenade out. Smoke grenade out. Double kill. Grenade. Double kill. Fire in the hole. Grenade hole. Grenade. Kill. Fire in the hole. Triple kill. Throwing smoke. Grenade. Oh, 没有人。Double kill. Double kill.杀敌数。Double kill. Fire in the hole. Throwing smoke. Grenade. Mission success. 好，结束41-17。打得非常好，这边